我知道你情绪很满，这是我们每一个歌手，每个歌手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就是当这首歌打到你的心，让你的心痛了，你要怎么去诠释它？你纵使眼泪一直流，你的歌声都要不断。那这首歌我是写给我的堂弟，我的堂弟自己就是在很忧郁症很严重的情况之下，自己选择他想走的那条路，然后我非常的心痛，因为我跟他感情很好，我非常心痛的写下这首歌。为什么叫做美丽一出戏？我希望他的不圆满是能够变成是颠倒不圆满是一种圆满，有气感颠倒是一种意义。你的离开，我选择，我再心痛我都选择，我接受，我祝福你圆满你人生的这出戏，用我们很好的心情去补那个坑、哦、所以这首歌曲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知道你情绪很满，所以A 段的入歌呢，你就满到说整个不管是拍子或者是说歌词，但是呢以阿德老师的角度，我刚刚也有请教阿德老师，他的角度会认为有这么严重吗？当三个表演者参赛者都有出某些状况的时候，情绪太满是一个状况吗？哦，它不能等同是扣分，所以我们能理解的时候，只要你带我们进入那个情境，而且你很快的拉回来的那个情境上，我就觉得好，你静下来，所以你等于把这首歌也诠释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、哦、加油、哦、谢谢谢老师。雅婷今天这个歌当然情绪很满，但是你还是维持你的唱歌的整个水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那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如果我们要督促你更好的话，因为台语有一种叫做入音，还是接触体，接触体不是闭口音，那是一个寸。入声字，入声字，入声字，促，入声字是短促，尾音不能拉长的。对，本节目，那你刚讲过很多次，对对，哎，你刚刚上基础一，你没有，对，基础一，你最后一定要收，因为你台语不是你的母语，所以你可以唱到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就像那个后面就是已经是用尾音，心是闭口音，促它没有闭口，促它没有闭口哦，可是它是一个促音，它是把它收回来，那个叫做那个入声。好像这种小地方，因为你现在是未眠者，所以不是你的母语，所以我们就尽量给你一些建议，让你可以
可以更好。OK， 谢谢老师。谢谢。